OK，现在即将去桃园机场。我们现在在那个桃园机场，因为我的登机的地方还蛮近的，时间还有点，那我们来吃点东西。哦，Mos Burger 有咖啡，我点了一个拿铁，海洋珍珠堡，我想这是我最喜欢的薯条吧。哦，他没有给我番茄酱吗？我得去拿番茄酱。没有番茄酱不行。在登机口看到好多玩具哦，来看一下。买一个给我侄子，Spiderman。那我就背 Hello Kitty 吗 ？Two hours later。现在已经到了上海浦东，已经到达西安了。现在晚上12点多。Tomorrow。现在我们要去坐地铁，我们今天要去对一下灯光。走到了北大街站。哇，这个是什么剧吗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来到这里之后，就是已经走向不同的服装 style。一来到西安，就直接都是天天都是汉服 style。你要一个小一点的吗？再看一下这个。好呀，这个真的很高，这个好。那我要他们再给你把小的拿。这个可以指挥交通。这指挥交通干嘛？可以。交警手势怎么啦？这块是跳水区域。这块是跳水区。问一下他们。问一下看安不安全。对，如果这边是天桥的话，那就不错。那我们到这里。可以啊，但是位置不要紧。好可怕！这个房子流量太高。现在就是要来看一下这个。今天这个台很高，我们看一下它的位置。光束的话可以直接旋转。对对，我想要有更多的光束。对，这边要这边这个玩线在光束。对对，刚刚感觉出来，到时候通知。你看这个，比如说这个闪，这个跑掉后会出现。等一下，这边要冒出来，这边其实会出小的。这个再进去一点，我看前面就出小灯，然后等到这个点，我就会把手张开，然后这个光就会打出来。然后吉他售楼这边呢，这吉他售楼它是三个，它是啊、哦、四个四段小组曲。要在一起就不分离。已经完成了这个灯光的对了灯光了。酸奶麻花 ，OK。有。是酸奶里面。里面真的有酸奶。嗯。谢谢。哎，美女你好，我一个是那个自然按摩，啊，你等一会儿，我问一下电话就行。是吗？我们的。对对对，正式的。是我喜欢的。你喜欢好吃吗？在这里看。刚才比较强的，增高，增高，放盐的。
桂花正高。镜头发言叫镜头。镜头，然后再点。我在桥上担心，他不是用两句话去勾吗？哦，我也不大鼓励你啊，镜头。镜头，这个是镜头，你再吃一点。舒服干的。糖醋里脊，正高，镜头。啊，我来吃。这蘸菜酱它还有豆腐的固定的感觉，可以放些巧克力，应该不是，这固定感吗？豆沙吧，豆沙吧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糯米，这糯米所以我不敢多吃。我吃糯米能力弱了许多。吃甜食，是我爱。糖醋里脊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是什么，这个不会有问题吧？应该不会有问题。糖醋里脊，哇，很香。那就是这个，就刚刚那个叫什么金线油塔是吗？金线油塔 OK 啊，你这么多吗？这个是怎么？这个是一点点酱，然后面条要不要再吃？这样的好像叫这个，然后沾这个酱是吧？那我们试试看，我没吃过，试试看，这么多什么面条？它是面条概念吗？蛮好吃的，最好吃的，主要是这个酱蛮好吃的。这个就没什么好讲，牛肉很嫩，很嫩，很嫩。好，各位可以吃了。我们工作人员又面有难色，很不开心。我要吃快点，哎，快点！好，真是肉夹馍。我们刚刚看这个 menu 上啊，它叫优质肉夹馍，10块，因为可能自然是吧？自然牛肉。自然牛肉肉夹馍，15块，他们二位工作人员吃15块，我吃12块。只因为他优质，优质的人就配吃优质的肉夹馍。这我跟你讲，这肯定是吃没几口就差不多饱了。我们试一下感觉，牛肉，牛肉啊，很优质，很优质，不错。有肉。我们这个工作伙伴的。牛肉的很明显的，果然呢，果然我的就是只有优质而已。我们这边是，你们这果然是厉害多，我是算了，他们这边厉害很多，赚贵了3块，比较 OK。你们能看到，我输，这一个我输，我认输，没问题，真的厉害，落差很大，落差很大。Thank you.
在逃亡，是谁在生着火在背后操控，天真的孩子再也没有了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他说好多老鹰张开了翅膀飞起，就很开心能够来到西安做演出啊。我觉得西安的那个演出现场还是很不错的，就是大家都很嗨。然后当然我也发现不只是本地的，也有在附近的什么山西啊，还有山东来的，山东、山西的，还有安徽来的，还有从厦门、广州来的很多朋友，我很感谢他们，就是从不同的城市来这边来看我的演出。所以这一场，我觉得我也很一样开心，其实每一场我都很开心。对，那今天能够完成的这个西安的演出，而且这几天西安下雨，但是观众们、大家现场大家还是很热情，我觉得。这是我很感动，然后大家的互动都很多，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可以再来到西安，对不对？因为明年的一些计划都有在安排，那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机会把西安的时程看有没有机会再安排进来，当然是很希望可以，好不好？